其他复杂的，然后结束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返场，其他都挺苦闷的，就是，好吧，非常简单，好吧，辛苦了，先休息啊，明天见。来，叔叔，上上来，谢谢。Hello 啊，大家好啊，今天就是还有舞台，现在在化妆，我今天是珍珠亮晶晶女孩，很漂亮哦。今天穿的衣服也是布灵布灵的，跟 MV 里面的衣服也是姊妹装。绿色的，绿色的美瞳。小杰刚刚还跟我小姨打电话，他说什么来着？很漂亮，我小姨说很漂亮。啊，没有了。不是，我从来没有偷吃东西，我也没有就是晚睡，我就是从就是大家理解一下，女孩子。我要澄清一下，不然大家就是以为我从来偷吃东西，没有不自觉，知道吧？好了，拜拜，我要去一会儿去换完衣服再给大家看看。噔噔，现在已经换完衣服。身上都是这个老师 DIY 的水钻女孩，还有项链没戴，这种漂亮，这是漂亮，漂亮漂亮，看看，不灵吗？我闪吗？漂亮吗？今晚不来看我吗？还行吧，还可以吧。我要出发去拍照了，拜拜大家。
我们可以从声音里听见很多，不仅仅是那些瞬间入耳的时刻。如果你再仔细一些，你能听见更远处的那些声音回荡的源头，比如水流带来的高原上冰雪融化的声音，还有那些独处时刻静默的呼吸。歌手就是要去和这些声音打交道，听见更多的声音，去创造新的声音。舞台之外的生活，其实我是更偏向比较安静型的那种。我觉得工作和生活是要分开的，你要学会去享受生活，享受除了工作之外的时间，不能把自己的所有时间都用来工作。不管是做歌手还是做演员，都会有不同的声音去评价你这个人。但是现在听到这些声音或者看到这些建议的话，会觉得这些建议可能会使我以后能出更好的作品。对，然后要认真虚心接受，然后并且要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。好音乐，世界都在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陆柯然，榜上榜，我来啦。Thank you.